是我的同班同学，阿玲话迄位。欢迎卢炳佑啦，啊伊啥？哦，伊叫小英啦，等下对美国放假回来，甲咱同款读高三。哦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啊，你对美国回来？嗯。啊。哎，会使伫美国读册，真正足好个呢。 阮遮哦，就一个人想要去的，啊，嘛毋是每一个人拢去会成的啊。那诶，志成敢毋是嘛要去美国读册啊？哈？庄志成，你这件好代志，哪会无甲大家讲啦？哦，超好个啦，你大学联考拢免考啊，真正有够好。有啥物好啊？这对我来讲也毋啥物好消息啦。诶，那也毋是啥物好消息。 你拢毋知影，即摆偌济人拢想要搬去美国的，甚至阮老爸一个朋友吼，拢也工厂卖掉，规家伙拢搬过。工厂拢卖啊？为虾米啊？哦，你问到一个好问题。因为今年台湾甲美国拢断交啊，所以美军搁无偌久就要离开台湾啊。以后台湾安怎，大家拢毋知。哦，所以啊，阮老爸一挂朋友的囡仔拢送出去，规时拢无爱回来。 为虾米无爱回来？哎，啊，因为吼，台湾的查甫拢爱做兵啊，所以自细汉找就甲送出去啊。惊讲去卡着做兵的问题，你若卡着，你就袂使甲我出国啊。我甲伊无共款啊，我大学毕业了后，我大概回来台湾，我妈拢安排好啊，一回来我大概去公司上班。哦，安尼嘛真好，好无？上无嘛是出去见一寡世面，无像阮，逐工拢嘛困伫遮。 志成，你去美国了，大学要读什么？我也不决定嘞，我嘛不特别对什么有兴趣，不过我应该听我妈的啦，去读书的关系。虽然我足介仰慕，但是我感觉你安尼就无好诶。诶，你是安怎安尼凊彩批评别人啊？这毋是批评，伫美国，拢鼓励学生爱独立思考。 爱自由发展家己的兴趣，老师嘛袂凊彩批评学生的想法。美国人袂讲，是大人叫你做啥你就做啥，安尼足奇怪啊！因为你过的是你家己的人生，也毋是你爸爸妈妈的人生。所以世界上上新的科技拢伫咧美国，因为伊无爱伫甲别人相共，颠倒，因鼓励爱甲别人无共款。 申请大学，你若是会当提出家己的独特性，就有真侪学校要来找你。哦，真好啊！啊，伫台湾吼，咱头目的堂弟拢无法度家己决定啦。啊，逐工吼，校门口教官拢徛的，啊，拢甲你定呢。那就奇怪啊！伫美国高中生拢算大人啊，啊，毋是社会囡仔。阮遮毋是社会囡仔的，阮嘛有家己的想法，好无？ 啊，秀英也无歹伊啊，伊讲的是事实啊，你慢慢呢。哎，啊，秀英啊，你伫美国是读什么科啊？Modern Art， 现代艺术，迄是一种后壁上新的艺术，会当了解真侪物件，真有意思。哦，安尼真正足好的呢。嗯，我家己我嘛有梦想啦，我以后呢，一定要出去拼看卖，我要去台北读大学，台北什么上新上好的物件拢伫遐。 无像家人即款小所在。哎，啊，你哪会无爱梦想啊？啊，你有梦想，我哪毋知？当然嘛有啊，我要变做足有钱的，然后嫁一个比你佫较有钱的人，伫美国买一栋大别墅过好日子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哎呦，当时嘛有即款美国梦啊。安怎？干那你会使有，我袂使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 我等一下吼，要找小英去中正公园行行，恁敢要走一起？好啊。哎呀，人对美国本来。别紧，行啦。行。哎，小英啊，啊，你美国有即摆有伫靠旅游一下，还是啥货色？旅游一下哦。我要学看卖哦。 长大眼睛，在一旁等着看我。
哎呦，哇，这大嘞！等等，来，快加，来，哎，一下，笑一下，一二三，哎，坐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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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三，我想的月亮，找一下前方。哎，洗掉了，我给你，来，这样一包，这样一包。哎，我冇得吃。哎，兄弟哥，来，就大家，来。这个，另外留，另外留。来了，我给你的，来。 安怎啦？不是啊，安怎你还讲嘛？你今日看到迄个从美国回来的查某囡仔了后，你知影你是啥物款无？ 什么款？啊，唔拢共款。无共款啊！你拄仔讲的拢安尼，哦，啊你唔知啊，你唔捌啊，啊对伊就是哦，足厉害，哦，足聪明，哦，赞赞赞赞赞。哪有啦？我哪有安尼啦？伊就有。而且你嘛从来嘛唔捌带我去过什么舞会，今仔日才第一天是十一，就马上讲要为着伊办一个舞会，啊，我咧当作白痴，唔知你想啥？啊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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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 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今仔确实对秀英感觉好奇嘛，因为我身躯边无美国回来的朋友啊。嗯，啊，要去美国留下的人是庄志成，也毋是你啊。就算讲有机会，嘛是庄志成，轮袂着你啦。安怎？美国回来连放屁拢香的呢？喂，我只是交一个新朋友，你敢有必要讲话遮歹听？我讲话歹听，全部讲话歹听，你都莫做甲遐明显啊！ 奇怪嘞，你甲伊讲的什么态度，甲我讲的什么态度，我刚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搞我当作空气呢？啊，舞会什么舞会啦？哎，第一天是十一，就去办什么舞会？哎。